然后我们可以帮你们宣布一下，上面有问题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再来这边，我专辑里面一首我自己觉得非常特别的歌，它现在还暂时不是主打歌，但是我觉得在校园这样的环境上的大厅其实非常的适合。这首歌也是非常贴近这两年我自己的一个心情，因为其实这两年我之前有生了一场病，然后我就对自己的生活跟态度有一点的领悟，然后很开心我有一首这样的歌，这个歌叫《给朋友的话》，谢谢。因为只是用温热寂寞。